Perry 生气了，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再给我一次机会 ，Perry 哥，我一定带你飞，我一定带你通关。啾啾啾啾！光珠骑手，好吧，光跟新骑手，我们要永远记得这件事情，我每次都忘记。呀，好，我觉得这对缺点就只有一个，那转速时间太少，不然整个感觉都还不错。英格利可以啊，我们俩也试试看。啊！叠珠，雷丘如何？开特销让 Terry 跑过去。开特销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讲特效吗？真懂你在讲什么。哦，我们应该是开到两点差不多。技能80%减伤，我记得这队有80%减伤吧？80%减伤真低爽，他差不多该挂了。哎，没叠好，是什么叠珠？这队回复力3倍，不要怕啦！回复力三倍才要怕吧？回复力那么高，回复颠倒直接嗝屁。我是很怕。开特效 Terry 就硬起来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伤害？我消耗强化珠了吗？不是特效是不是？好，开开开。那我拉 Terry 猪好了。哇 ，Terry 猪，完了要赢了。我这个猪拉下去，敌方直接投降，相不相信？我们刚才就是少拉了 Terry 猪啦，所以伤害就不够啊。看是不是？哇，直接伤害就起来了，太神啦！所以你没过的，这时候你就要问你自己，是不是你忘记拉 Terry 猪了？那是的话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。那就是我的问题了。哎呀，怎么更新了？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他更新了？啊，这是 bug 吗？所以这样他就死了吗？哦，刚才天降强化珠哦，不是啦，刚才是天降强化珠加上我们没有拉 Terry 珠，好不好？嗯，所以刚才我们做错了两件事情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的。把事情做好，那就没事了。我好像只有消气康哎、欸，好像是过不了。没事，我们有超屌减伤，不会死吧？还在，我们还活着，各位不要怕。Terry 还在，哎、欸，可以哦，手转八，所以 Terry 叫我干嘛？你是真的 Terry 吗 ？Terry 哥没有，没事，我是说很棒。我们整个队伍带你之后，就感觉快要通关了，有没有？原本 Black 这一队、那个强度还差一点点就能封，就能通关了。我们真的带上 Terry 之后，哇，整个强度就开始起秋，开始我是说开始有了起色，对，真的棒。然后这边我们要先开那个，先开防锁的，对不对，各位？没错，没问题。太神啦 ，Terry！ 我想不到比 Terry 更好的卡片了。这队不带 Terry 真的会输啊，各位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直接手转一波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好，可以吧？手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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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转。就转这么多了，可以吧？光珠骑手可以加那个 combo， 赞、哦、啦！好，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固定版面，好细呀！固定版面爽啊！接着我们开龙科绿木珠，完美剧本，所以
Terry， 那你没办法。第四只是什么？第四只是什么？我等一下帮你看一下。绿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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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起来！一定要把木珠全部绿掉。好，木珠绿掉就可以了，这样应该就能过了。影片标题 Terry MVP， 真的 MVP 也不开玩笑，怎么那么猛啊？现在我们光速骑手各位，哎，对吧？好好，我们 Terry 跳起来了，我们直接没事了，各位。噔噔噔噔，这边还有个工作，就是把龙科的能量洗到尽量跳起来，尽量嘛。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再多待一回合，我们把木珠留一下。哎，木珠不要放在最左边哦，放在最左边那个会把你转掉。Black 会把你转掉，所以这边我们把木珠放旁边。接下来我们手消全木就可以把它带走了吧？我们这边开一个这个皮卡，伤害应该是起飞，我猜应该是起飞。木珠要记得全消手消，看起来应该是可以过吧。给个机会呀，20亿，舒服。第六关 ，Terry 知道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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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聊天室，我需要你们力量。聊天室刷一排神卡，神卡 Terry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借助神的力量，要来过了，各位 ，Terry 炸起来了，8425，这个直升史上最高。哦，没有，这个太吹了。我是说，8000多还可以，好不好？敌人现形了 ，Terry 大哥，太神了！这波操作没有大哥，我们真的过不了，各位。接下来，我们开始转珠。大哥太神了，哇，想不到其他形容词，只有神一个字可以形容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可以神成这样？呀！太美了，就该这样过，各位。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想一下，哎，我们要洗龙科，哎，然后我们还不能那个啊，我知道了，开这个，然后变身好了。没有龙科应该没差吧？变身。然后减伤他 ，RXT， 哎，不是 RXT 怎么那么多暗珠靠背玩呢？我要怎么样才不是才能不消到暗珠？啊，暗珠好多，完了！不要，大哥不要，空转也可以，好，空转空转，我们空转。呀，可是这样，这暗珠超多，我也玩了。怎么办？我需要帮忙，各位，出事了。那我开这个好了。啊、这可会过啊！我我把它全部隔开，可不可以？哦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吧？不要天降啊！天降我直接暴毙哦！哎，别别别！哎嘿嘿嘿！哇，卡过去！我龙科怎么没跳？完了！是不是 Terry 大哥？踢起来聊天室，这可以吧？被龙科差一点，没事没事，这边不靠龙科应该有机会过。哎，我们试试看，我们这个暗珠，我们用仅有的版面转出，好可怜，我们只能转这么多了。我们只能转，哎，过！Terry MVP， 有天是刷一排 Terry MVP 了，好不好？全光就这么过了，各位。
绝对都是因为我们带了 Terry， 整个队伍你看直接变成神之队伍了。哇，太神了吧，太香了吧，临时通关了吧。